好，咱们继续往前打啊，因为明天中午呢没有直播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明天中午没直播。明天呢我陪孩子出去玩一天，像今天多给大家播一会儿吧。哎呀，那有个回答问题，找 NPC 换头盔，是在许昌吗？是在许昌换头盔吗？击破敌将。啊，是啊，嗯，可以，咱们先去回答问题。我都学会抢答了。五虎阵法有何缺点？消耗武将的战气值。红鳞甲，红鳞甲给诸葛亮直流装备啊。走，换头盔去。我去，这么猛，拜拜了你。换头盔，拿那骨头换是吧？找谁换？那个打什么？六种古代兵器，啊，这是隐藏武器呗，是吧？向北就是长安了，不过要先解开八阵图。许昌找谁呀？没找着人，这边。回声之时，分别有一位曹操的子嗣，就看守。左下的老头啊，曼陀之花估计也是换东西用的。朝阳盔，来给姜维分一个。给姜维分一个，反正你们俩都是脆皮，反正这两个货都是脆皮啊。队伍基本上也就这样了，我希望二爷和吕布能早点回来。二爷和吕布能早点回来，他俩要回来，咱们这队伍真的就十分雄壮了。但是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我想把诸葛亮换下去，想把诸葛亮换下去啊！真的，我想培养个别的军师用。蒋琬我感觉都比诸葛亮强，蒋琬的大招是四回合绝对先手，四回合绝对先手。怎么听都比诸葛亮强多了，而且蒋琬骑马的话，你比如说骑的卢，它能加10的智力和20的武力。击破敌将，我真的想把诸葛亮换了，真的，我现在用它，只是因为它智力高255，控人的几率稍高一点。否则我肯定要换它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足骨，长安西迁东末，怎么着还要二选一啊？足骨会有奇谋吗？军师天赋失效，我军师天赋失效不行啊，我有护行烟风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军师天师。那我不能加速跑啊！哎，我去啊！真的，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啊！先不用了，先打打看，这里有什么玩意儿？一把刀，
星仔，我那个孙策呀，不好意思，你下岗吧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啊，体谅一下，有好武器了，有好武器了，这个货，他是二连击是吧？他砍人两次，我记得有几率砍人两次，那有没有什么给他装备玉其实可以，洋玉吧，大洋玉。石灵，我去，这么硬啊！我看看这东西能打出多少经验和钱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咱们这里人就不打，这个太浪费时间。李小干说用计谋打，那更浪费时间。我估计这东西需要用计谋来打。看看啊，看看。击破敌将。三千哦，哎，可以啊，这里练级可以啊，很高了，很高了，三块石头三千经验，很高了。那个这地方我记住了啊，等我自己玩的时候，谁需要练级我再进来。这地方我记住了。哎，十人啊，我一会儿再找你们会。我先去捡宝箱。真的，经验和钱不算少了。外面打一个五个小兵呢，才一千多。破天戟。天戟是155的，是个垃圾啊！啊，那有个存档点。哎，为什么那有存档点啊？为什么那有存档点？有 boss 战，是不是有 boss 战？中间有女鬼，好看的女鬼吗？15000的练兵值，你上限40级，你150万有个屁用？存档，存档，存档。走啊，慢慢走，悄悄地进村儿。我是不是要把这些石头给打爆了啊？哎，能推动。哦，是个解谜是吗？是不是个解谜啊？要推成一个什么形状，然后北面那边才开啊？是不是这样？八阵图是看出来了，看出是八卦了。对呀，能推绝对有蹊跷，是个解谜游戏啊！这是控位，什么算控位？石头有虚影在那里，
是这种算空位呢，还是这种算空位？那这种算空位推不进来啊，明显推不进来啊，这里你上下你怎么拉人？八卦的虚影，好的，明天见啊。激活了。全都推进去，全都推进去。推箱子玩过，关键是不知道推到哪儿。把所有虚影堆满。不是虚影的地方不用堆啊，关键不是虚影的地方用不用堆啊。因为有不是虚的呀，有不是虚的。而且不是虚的也能推进去，这个步行烟已经没有了。谁说的杀呀？这不是杀不了吗？不是，关键你不知道你是，虚的都填上还是不虚的都填上。你要填哪些？你无法确定啊。看看个数，这看个数可是一个大工程。所以我先把虚的给推上。虚的差不多了吧，虚的好像都完事儿了。虚的好像都完事儿了吧，好像都完事儿了。这回该推这种实心的了。
我知道我漏了，我现在在数这种虚的。好，把这个填上。左上角的现在就去，我看见他了，我知道。这儿还有一个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啊，这还有一个。填满。填满真的是大工程啊。对呀，推进去真的你就感觉不是八卦的卦象。我原来觉得它可能是要形成一个什么卦象。比如说把北边摆成生门之类的，但是现在看不是。这如果全都把它填上的话，就是一个简单暴力的结果。这我感觉，感觉不太对啊。就是你解谜可以，你要给它形成一个特定的卦象。哎，让公使为乐，妙趣横生也。解客，百步穿杨。破坏卦象的话，你只需要破坏一卦就可以，这个卦象完全就破了。让公使为乐，妙趣横生也。你想破坏卦象，卦象不是差一个就不行吗？你把钱改成坤，让公使为乐，不就完事了吗？妙趣横生也。破坏卦象的话，你推一个就完事了，改变一个石像位置就完事了。让公使，所以说你这里啊，把所有虚的都填上，这是要干嘛呢？关键你的意图是干嘛呀？这跟八卦就没有关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解谜的方法跟八卦一点关系没有。让公使为乐，妙趣横生也。让公使为乐，妙趣横生也。让公使为乐，妙趣横生也。哎，他真的砍不到我啊，总攻不了，没有总攻的选项。兵不厌诈。啊，孟获打汉中那里咱们就不提了。孟获如果能打汉中，说明蜀的整个的成都那边全丢了。妙趣横生也。兵不厌诈。我们再叫孟获，没叫孟婆啊。妙趣横生也。啊，攻略本上说把石像推到残缺的分区。残缺的，他没说实的还是虚的，是吗？杜门成功解决。黄忠随八卦阵图而入，离开。What？ 你等一下啊，不对了，那有七场单挑的话，连星彩都需要单挑呗。我去，星彩赶紧给带点防御的，级别太低了。孔明也要单挑，我的天，地道杀了我吧。
这个游戏呢，其实这已经不是推箱子了，我感觉这不是什么推箱子，也不是什么八卦，甚至不算什么解谜，这就是累傻小子，这不就是累傻小子吗？这么无聊的解谜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真的，我之前把这个解谜题想的有点高了，我还以为要组成是一个什么卦象，还在这看这些卦象，想多了。对，这里刷石魂真的挺棒。八卦很多人不懂，你很多人不懂，确实。我就想问一句，就你之前做的那些什么真无双的解锁方式，还有各种什么鬼张角周瑜来抓你，那东西谁懂？你不也不懂吗？是不是也不懂？没有攻略本的话，谁能知道那么坑爹的真无双解锁方式？既然已经不懂了，你干脆把这八卦的解法写在攻略本里不就完事了吗？何必搞一个累傻小子的解谜呢？烽火燎原斩，长山赵子龙在此，无双之翼。包括这个单挑，为什么不能总攻？长山赵子龙在此，是不是我的回车剑不值钱？长山赵子龙在此。赵云参上，桃人是自带33%闪击 buff， 赵子龙在此 buff 是的，我怎么砍不到他？长山赵子龙在此。对，单挑的顺序肯定是你填的哪个卦象，你就跟谁单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赵云参上，是桃人啊。哎，刚才是不是我跟某个 NPC 对话的时候，他说，每一个卦象里边镇守的是曹操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长山赵子龙在此，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吧？赵云参上，对吧？就我记得刚才有个 NPC 说的，那曹仁也不是曹操的儿子呀。长山赵子龙在此，七个曹氏子嗣啊，这还靠谱，这还靠谱。长山赵子龙在此，原词我忘了，他如果是曹操的子嗣，那就不对，要曹氏的子嗣。长山赵子龙在此，那还可以。但说曹操的子嗣肯定不对。赵云参上，曹仁这是一辈的呀。赵云参上。那族弟怎么认干儿子呀？这不要疯吗？两个了是吧？惊死惊开！哎，我第一个解的什么门呀？是杜门。修姜维，我的妈呀，丞相之志，那诸葛亮到时候怎么办啊？灵动你
逆水之光，这是第八招。诸葛亮怎么办啊？天水麒麟，我本来想多播点内容，结果这个单条没半小时下完。连一闪，先帝之灵，丞相之志。诸葛放火呀、啊！先帝之灵，放不放火？我的回车键，我看一下。连一闪。因为明天中午我不直播啊，明天中午没有，说不定最后是曹植。丞相之志，曹植可以。先帝之灵，丞相之志，天水麒麟，天水麒麟。我明天陪儿子出去玩，先儿子要开学了。丞相之志，对，太极护啄呀、啊！因为单挑的时候，游戏不知道为什么加了一个机制，单挑的时候造成的伤害减半。先帝之灵，可能是为了降低单挑时候造成的这种说呢，先帝之灵、偶然性吧。丞相之志，但是，哎呀，天水麒麟。今天不通宵，今天不通宵。天水，一会儿我把这几个单挑做完就完事儿了，这是第三个了吧？天水麒麟，最后曹彰啊！诸葛亮不，哎，不是你们什么命中率啊？玩什么呢？这是？一将击破天命。修门。离开队伍，我忍了。下一个单挑的就是诸葛亮，可以。等一会儿就剩一个人的时候推石头啊，突然触发了一个石灵的战斗，然后呢被石灵偷袭，一回合秒 KO， 完美剧本。这个剧本完美不？我觉得不错，这个剧本就照这么来。哎，这少一个呀，存档去，好主意，谁给我的这条建议？点赞，存档去，金玉良言。咱们单挑三个了是吧？啊，太好了，诸葛亮打曹真。啊，关兴打曹真，桃园之势，斩他！惊涛怒浪斩，不错，打了六百多，打了六百多，完成桃园之势。幻化天湖之光，完成桃园之势。这是第几个了？第四个是吧？哎，刚才是不没看着。关羽次子关安国在此，传承桃园之势。把王朗叫出来啊，
然后孔明骂死他。天湖之光，关羽赐子，关安国在此。关羽赐子，关安国在此。杨毅，哦，他被我空中攻击了。完成桃园之事。杨玉真的是单挑神器啊。哎呀，无反。完成桃园之事。无反怎么办？解策啊，无冕气息。我无冕吧，人家那什么了。我无冕技，人家无反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无反，无冕。烧他，关羽赐子，烧他啊，烧他啊，我烧不了，我可以呲他，39%，500，可以可以，行了，我俩现在哎，完成桃园之事，我去，关羽赐子，关安国在此，这两个武将对着放技能，这是个什么场面？美如花呀！完成桃园之事。完成桃园之事，陶真被控了攻击，变成吴老二了，这是太极吗？关羽赐子，关安国在。哎啊我啊啊！我去啊！一二三四，关羽五连，关安国在连丢是吧？连六连七连，完成桃园之事，并肩作战，势不可挡。真的打上太极了，这两个货。井门开了。最后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太极护啄，是的。这都啄不到啊。陶璋，哎，为什么人家陶璋就那么多的？看人家手艺厉害。孙策在此领教。哎，真的，装备如果没带够就哭死。因为谁想到这是七连战啊？幸亏我还带了七个人的装备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。霸王孙伯符在此。霸王孙伯符在此，坠落天虹之剑。孙策在此领教。孙策在此领教。霸王孙伯加个攻击力砍，感觉这样靠谱一点。孙策在此领教。孙策在此领教。四次啊，四次。霸王孙伯符在此。来，然后两人一人一个会心。霸王孙伯符在此。我觉得我占优势，我可以再来个这个。孙策在此领教。有小伙伴问我哪几个武将一直带着皮练？你练级的这个范围大概15到20，真的15到20个人你必须练。其实如果改成队伍等级制，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，但很可惜，游戏开发之初用的就是类似于RPG工具的等级，所以等级都应该是单独计算。霸王孙伯符在此。我没有耐心了，放个大。说这炎黄之剑，敌将击破。
存档存档。存档啊。刚才我看见他的状态，对面的状态，我想起来了。我推最后一步石头之前，我先刻弹药，刻呗，有五个回合的优势期啊。对了，我带军师那啊，对，军师那个不好用了，军师那个无效了。没有固定武将什么，你就一直用的没有啊？每一张你都会面对剧烈的阵容的变化。加命中，加慧心，喂，这个还不是，这不白嗑药了吗？军运牌早就没有了。军运牌早就没有了。一共也没多少啊，我感觉军运牌的数量不够开这些宝箱，不够开这个金宝箱。你要想留着点，你前几张就不开金宝箱，留到最后开，省着点。哎，命中那个呢？张星才上阵，地月莲华，我忍了，我忍了，张星才上阵。我是不克聚合丹了，附魔蜀汉，命中率加15%了。张星才上阵。What？ 起星辰之力，附魔蜀汉。张星才上阵。这是假药。起星辰之力，护我蜀汉。张星才上阵。张星才上阵。哎，只能烦死他了，怎么办？张星才上阵。就是他砍我命中率不是挺高吗？我就烦死他，只能，我只能烦死他。张星才上阵。我砍人，我发现不行。张星才上阵。起星辰之力，有病吗？我没砍中过他呢。起星辰之力，护我蜀汉。啊，终于砍中了一下。我的天，我以为砍不中他，无冕呢。护我蜀汉。至少丢了七八下啊！张星才上阵，起星辰之力，护我出手的大都丢了。起星辰之力，护我蜀汉。不急，随便护啊！起星辰之力，护我蜀汉。起星辰之力，护我蜀汉。星彩不是看武力的，地月莲华影响星彩攻击的是它的速度。起星辰之力，星彩的武力没什么用。啊，好啊，晕了晕了。张星彩上阵。
起星辰之力，护我璀璨。此非本小姐对手。村长，我在想诸葛亮这个大单挑的时候怎么用？用吗？用吧，用吧。看看差哪个没推啊？差哪个没推？可以用啊，用了之后守。哈哈，小伙伴说最后诸葛亮推不动 ，game over， 另外六个人拿不回来了，有这可能。遭到偷袭，哎，开始剧本啊，开始剧本，注意了。妙啊！人多的时候不被偷袭，这个时候来了。我有个疑问，我如果把这石头推到墙角拿不出来了怎么？好纸啊，不良在所不辞，遇到个那个36%的命中率，我用个 P 技得，那咱俩怎么办呢？我致免吧，我肯定要致免啊。七步成诗，天伦之术，侧防，人家侧防我致免，行啊，再做那咱俩，哎呀哎呀呀呀，不良在所不辞，卧龙之志，天命森罗万象。啊，我用的地是吗？我选错了。哎，但是我也有石头，来吧，42%。这不就是法师版的划拳吗？对吧？这就法师版的划拳。不良在所不辞。不良在所不辞。行了，我俩估计都没有什么技了啊。吃吃啊，没什么浪的，我再扔一个也没了。啊，恼羞成怒上来砍了。总攻不了，没有总攻。哎，人家会复刻。哎，但是复刻不好用，看见没？他没加起来，加血复刻都不好使。但是 AI 这里有缺陷啊，并没有把这个指令禁掉。总攻不了。七步成诗，天伦之术。侧防有屁用啊，我不用侧防，我不用那个策略，我也干了，我进攻点也干了，得，这两个货能砍到明天早上。哎，逆军技不行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我要加起来。
对吧？这不行。这样在所不辞。50回合起。19了，你看着啊，50回合，看看能不能结束啊。这样在所不辞。我赌70回合吧，来吧。卧龙之志，买定离手。这样在所不辞。诸葛亮用扇子砸死了曹植，曹植拿把剑，然后没有任何办法。卧龙之志，人们叫不醒孔明怎么办？你小声在他耳边问，你怕不怕疼？这样在所不辞。卧龙之志，这样在所不辞。卧龙之志，哈哈哈！我的天，这样在所不辞。这样在所不辞。卧龙之志。曹植反应过来了，还是砍人比较实在啊。卧龙之志。开大没用啊，诸葛亮的大，现在开一点用没有。在所不辞。都没计策了。卧龙之志，一将一破。啊，完事了吧？出口开启，是不是人都回来了？终于解开了，八阵图内的各路将军都回来了，是吗？出谷后变长安城，可先回许昌变成所整顿将领。也就是说咱们还要回去是吧？忙活半天要走要回去重来。哎呀，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啊，你也有今天啊。那行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啊。